各位观众大家好，这是我的 YouTube 频道活着的麦斯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，点击订阅我的频道。今天咱们看问题179，是 log 一号是 s 等于 log 以上的 y 等于 log 一五倍的 z 小于零。本笔讲 s 2分之8 y 和3分之8 z 的1/5的大小关系。大家一起看一下。好，下来咱们看一下问题具体的解答过程。解在这块呢，首先咱们引定了常数，引定常数，因为 log 二倍的 s 等于 log 三分之五 y 等于 log 一五倍的 z 小于零，所以呢，第一引定了常数，直接定 log 二倍的 s 等于 log 三分之五 y 等于 log 一五倍的 z 等于。小于零，在这块呢，负开小于零，负开小于零，所有的开，在这块呢，那现在咱们就可以用对数指出的运算性质。那我现在对指互化是 log 以二为底的 s， 它是不是等于负开？所以呢，它就得到了二的负开次方。等于 x， 即 x 等于1/2的开次方。同理 y 等于1/3的开次方 ，z 等于1/5的开次方。这首先把 x y z 先给出，那所以呢 x y 出来了，所以那。x 的2/5就等于1/2的2/5 y 的3/5就等于3/5的3/5 z 的5/5就等于1/5的2/5。这首先这是这样啊 ，x 2/5。现在要比较 s 2/5 y 3/5这个比值的大小，每两个作为标准比较它们的大小，那就放了，能怎么放下来？所以第三 ，x 的2/4就等于2/1的2/2 ，y 的3/4等于3/1的3/2。现在1/3和1/6它的最小公倍数是1/6，所以呢等于1/2的立方的1/6开次方，等于1/3的平方的1/6次方，这块都是1/6，这是1/6开次方，1/6开次方，所以这块呢它就等于1/8的1/6开次方，这个就等于1/9的1/6开次方。在这块呢，因为1/8大于1/9，因为1/8大于1/9，所以1/8的1/6开次方大于1/9的1/6开次方。所以那你这块呢 x 的2/4大于 y 的3/4，这是这两个问题。那现在的下载变小 x 2/4它等于1/2的2/2 z 的1/5等于1/5的1/5。现在呢它一个分子是1/2，一个分子是1/5，也是开始一致。那现在呢二后的最小公倍数10，所以它就等于1/5的5次方的10/10。那1/5的5/10就等于1/5的平方的10/10，
所以这就等于32/1的10/Pa，这就等于25/1的10/Pa，因为32/1小于25/1，也就是因为32/1小于25/1，所以呢，32/1的10/Pa小于25/1的10/Pa，所以那就说明了 z 的5/Pa大于 x 的5/Pa大于 x， 所以在这块就是5/1S2/1大于3/1，所以呢，这个上应该是 z/2 大于 s/2，大于 1/3，这就是 x 的